大家好。等一下，我先做一点防护措施。我吃了安眠药，对，我想要试试看。因为我很早以前有吃过安眠药，可是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它的药效感觉没有什么效果，可是我现在刚开始感觉到身体好晕，我想说那我就看看我可以化成怎样如何。其实我现在有眼前已经开始就是比如说这是圆对不对，嗯，做 T， 那可能就会变成这样子，在这边晃晃啊慌啊，慌啊，慌啊！安眠药可以乱吃的吗？不行哦。我今天巧课团的时候就是迟到跑去看医生啊。那同样症状的东西就是开给我吃啊。我没乱吃。对，我想说，因为现在。因为我想一下，我哇身体会晃了，好恐怖哦！对啊，反正用药就是要小心。我换一个比较好睡的，我看我睡得正常。哦，欸，对对对，现在这个感觉是以前吃安眠药有的感觉，就是你的眼睛会好像有点胀胀的，然后你看东西会觉得时间好像过得有点慢。那就是有幻觉，没有。现在就是要开那个药效后，我画的图会怎样，然后顺便再起来让大家看，或我自己看。看完之后就说：“看，这是我画的图。”这样子的感觉。因为这种药效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我会对这段的记忆力是完全没有的，所以我想要就是记下来说，开台记下来说。我画的过程，我讲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子。对，我感觉现在就很卡。嗨，罗塔、马天、利恩、嗯啊，所以我先讲一下哦、喔。我现在看聊天室是，我开一下那个虚拟人物出来，你们就会知道我现在干什么了。要休息可以休息，不是，我就是要准备休息了。但是就是想说，我休息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、更好玩的事情，那就是开台画画，然后，哦，身体好晃哦，好像喝酒哦，哦，所以药效大概要半小时。好的。那只是小开一下啦，搞不好我画到一半就哐倒在地上，没办法看台。嗯，想说要不要直接露脸呢？露脸就方便很多。字要好点呗、欸。哦，用了。我现在就是看看东西，画面会晃。等等，睡相就截啊，反正就不要有形象啊。然后字会移动，等一下，这些字会跑，字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坐好，身体坐好，好，
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画画了。走在地上不可怕，我是怕我画画的时候鼻子戳到我的眼睛。哎，有感觉咯，不然我们来画一个我吧。平时都是这样画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哦，哦。会不会画到一半直接晕死？XD。哦，我也很怕啊。不行，你们看那个虚拟人物，那个是真的，我在一直晃哦晃哦。我觉得我好像眼镜可以拿下来了欸，哦，没有，对不起，度数不够。因为我现在就是要。我觉得没变很多啊。呀，我想吐了。它的副作用其中一个是想吐。我好像有点不舒服了。等一下，我的调色笔在跑，我抓不到它，颜料也在跑。
啊哈，人家。啊，等下还没画完，耳朵，我是这个线稿，我看不见线稿的位置啊，嘴巴位置，嘴巴怎么那么远？开到这边了，头开始晕了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躺床了。不是说吃这个药会产生幻觉。好啦，各位拜拜，晚安。感谢超级留言。各位拜拜。